急性中耳炎怎么治疗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陈阳，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。为什么孩子高发呀？他老是流鼻涕呀，他老是发烧感冒呀，咳嗽呀，这些炎症就是通过这个咽管传到这个耳朵里头，导致了急性中耳炎。他最明显的是疼痛，有的孩子会伴有发烧。其实你治原发病就行了，他原来是咳嗽治咳嗽，原来是流鼻涕就治流鼻涕，它是一个伴发的，因为有相邻的这个解剖关系，所以它真正波及到了耳朵，你就治原发病，耳朵随之可以得到治愈。